天的抓人啊！有一个人把我大早上叫起来煮牛肉面。我们这个牛肉真的好好吃。可以把它都切出来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对，我再准备都切切。出来的时候，全部放那个里面。我想要我的搁在外面，然后我这想要我的不用那么薄，稍微厚一点点。Beautiful。这个人早上8点就起来做面，哇，太惨了。而且带点辣味，好好吃。那它没有很辣，其实一点都不辣。他还没出来吧？那个包，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看的。我给我自己做了一点面面，但我只搁了1/3捆荞麦面，因为早上我像并不饿，我就是被我哥吃面的这个香味所吸引。好啦，我要吃啦。这个牛肉热的也超好吃。大家，我刚从 Trader Joe's 回来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都买了什么。首先，我最爱的香蕉，然后这是一个就是 dark chocolate 的一个套盒，一个有点像礼物套盒，然后我是送朋友用的。好，这是一个报纸，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这个，因为我想着说我可能不经常去 Trader Joe's，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囤着，因为大概吃3次就吃完这么一条，所以还比较费。然后一个这个 bell pepper，因为我要做黄焖鸡用，主要就是我的 sourdough。天，我太弱了。然后这个 sourdough 是因为上次我买的那一个，它太没有发起来了，就它没有气孔，然后就导致我很不喜欢，然后我就又买了一个新的。然后我特意挑那种烤的比较焦的，还比较好。然后买一盒番茄，因为我想做那个basil 番茄 spanish 的那种帕尼尼，一会儿我就做。然后一盒豆腐，这 Trader Joe's 的豆腐是我最爱吃的，我觉得巨好吃。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，这个是大家最近都在说好吃的这个棍棍，我尝一下。哎，这怎么打开呀？Oh my god，它好高，它从这儿打开，天呐！哇，哦，不错，还可以，你没看价格。还不错，收回来。好，我想要稍微摆一点。然后这个是黑巧克力，所以我可以买一盒黑巧克力。太好了，谢谢宝贝。然后就是这个，这也是就是大家狂推的一个，说就是也是限定吧，好希望能寄回国，因为我妈特别喜欢吃这个。我就应该问一下，就是国际的运费是多少？如果很便宜的话，我真的可以就寄一些东西回家，因为我有特别多东西想寄回家。Basil，然后就是另一个零食，这个是我今天早上看 Vicky 的视频，他推荐的。然后我想说，那我打开，不是买来尝尝。现在就打开吧。没爆米花，我不喜欢这样的。看到了，哦，宋轩肯定喜欢，因为有他最爱的 Prison，宋轩超爱 Prison。Prison 不好吃，这个应该还可以。这个是爆米花。
花还可以。然后还有一盒这个，我还买了一个巧克力的，已经被我哥打开了，就买了两个味道。这个味道我原来没有尝过，然后我们先不打开了，因为先把一盒吃完再打开这一盒。然后大概就这样啦，就没了。然后这些东西一共花了56刀，我原来从来不看价格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反正都得买，所以我就不介意它多少钱。但是这次我就刚好看了一下是56，我觉得Trader Joe's买这么多东西才56，这样不算贵了。因为一般我如果在 Wegmans 什么的随便买一点东西就差不多要60-70。是吧？还不错。其实我也好想对丁飞说，后面路还长着呢。对，其实这两组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12月5号，还没有正脸跟你们讲话。现在是下午4:44，然后今天一天我还没有干什么正事儿，就是我早晨起床以后，因为就是最近不都是 vlogmas 吗，就很多我喜欢的博主都更新了视频，然后我就看了会视频，看完视频以后。我跟我哥去了趟超市 Trader Joe's 买面包什么的，然后寄了个快递，然后回来吃完午饭，我一直在剪前两天我的视频，然后这个视频已经现在剪完了快，然后我一会儿把这个视频导出来，我大概明天发，然后我就打算上楼去学会习了。哦，我刚刚没跟你们讲，哥他买了一个就是健身的那种器材，是我送他的圣诞礼物。然后刚刚呢，我们就把它挂在了我们家墙上，然后不是墙，就是门上，因为它就是挂在门上做引体向上那种 pull up bar。然后结果呢，因为那个地儿很小，然后呢，我就为了避开那个桌子，我就是想试一下嘛。结果我把我的后背给拉伸到了，就扯到了。我真的一共就做了没3下就被拉扯到，而且特别撕心裂肺的咔哧一声，我哥当时也听到了，太可怕了。好吧，那我现在赶紧把视频剪了，我就上楼了。拜拜。我们晚饭，因为我们午饭吃的很晚，我们午饭2点多才吃的，我们觉得可能一会儿都不会太饿，所以就随便到时候吃一点就对了。好，那先这样咯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我刚洗了个澡，把头发洗了。现在啊，好，我手机不在旁边。现在是12月6号早上，不到11点。然后今天下午就另一支视频发啦，是我 Vlogmas Day 2。然后我现在打算先把，我最近在看 Amanda 她的那个 Vlogmas。对，我先把 Vlogmas 看完，然后就学一会儿习，因为今天晚上要和我哥和他的朋友，也算是我的朋友，一起吃火锅。然后这件衣服就是他送给我的，对，所以这样还有一套，他还有一双鞋，一条裤子，然后裤子在家穿太厚了，对，就非常的谢谢 Kimmy。我今天中午吃的是 Trader Joe's 的那个日本炒饭，加了点菠菜，然后我哥一会儿吃照烧鸡腿饭，一会儿我来做。嗯，好好吃啊。
Hello， 大家，我们今天晚上不是要和朋友一块吃晚饭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买火锅用到的食材，又要去超市了。我的 vlog 里边天天去超市。我哥先去拿钱包了，有吗？没有啊。那可能在车上。宝贝，我把垃圾拿出来了。走。我们学校现在超级空，已经完全，就宿舍楼里边已经没有人了。熟悉的超市，我们又到鸭超。你也不用跑这么快吧？去带你们见识一下里面吧。我要杏鲍菇，还要拿一个蒜蒜。给你们推荐，这是我们最爱吃的响铃。然后，嗯，这个是千叶豆腐，也是我们最爱吃的这个。好多人呢、哦。